大家好，我是音乐教父李宗盛，小李，咻咻飞刀。现在大家很好奇的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我要抱起这3只皮卡丘呢？当然，无可奉告。 现在大家最好奇的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我要扔掉这3只皮卡丘？因为我被电到。跟大家开小玩笑，为什么我要拿起这3只皮卡丘呢？因为3只皮卡丘，简称 山丘，所以带来我的新歌《山丘》，老师麻烦。 哎，没有老师啊，我自己来。是迷人的翻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。 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时不我予的哀愁，还会如烟见着熊，就把自己先搞丢。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，喋喋不休，再也换不回温柔。 回头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老师，音乐停。哦，还在。谢谢大家。哎，我皮卡丘呢？ 哎，皮卡丘啊，你在这！皮卡丘，喂，这不是我的皮卡丘，有人看到我的皮卡丘吗？什么？跑掉了？我还没收服呢，我还没收服啊！皮卡丘。 请问，皮卡丘站起来会变成什么呢？答案是皮卡兵。皮卡兵。